2000多年前，一条运河塑造了这座城市的样貌。从此，溧阳与水相生相伴，吴楚文化在这里源远流长，传承至今。 流水带来不尽财富，也带来水患贫仍。而今，溧阳在探索利用水保护水的最佳方式，和谐共生成为新的主题。 从空中俯瞰溧阳，最醒目的就是新建成的溧阳博物馆。这里收藏着这片土地千万年前的记忆。史俊一直在溧阳从事文物保护工作，他知道地表以上是自己熟悉的家乡，然而。 解密它的密码却隐藏在地下深处。溧阳天目湖镇，考古人员正对一处唐朝的瓷窑遗址进行发掘。 瓷器频繁地出现在溧阳的考古发现中，其中是否存在着一种必然呢？溧阳的历史和一条河流紧紧相连。春秋时期，吴王阖闾为运输伐楚所用粮草，命伍子胥开挖运河，胥河由此开凿。 溧阳便在胥河之畔慢慢建设和发展起来。胥河上连长江水系，可达皖赣湖广等地，下通太湖，与江浙众多河流相连，可抵苏锡常及浙闽等地。溧阳自古便是东西水运的枢纽。 明清至民国时期，溧阳水运达到极盛，胥河两岸成为商贸兴盛的繁华地，各色商铺琳琅满目，码头林立，熙熙攘攘。直到今天。 溧阳仍是苏南地区最重要的水运中心之一。唐宋以来，瓷器都是这条水上交通线上最重要的货物之一。溧阳出土的瓷器见证了水运的悠长历史。 这些瓷器和陶器分属不同的年代，串联出了溧阳2000多年的时光。其实，溧阳已经形成了一个文脉体系，那就是从春秋以来，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在溧阳这片土地上融合交融，一直延续至今。 这样的探方发掘，史俊已经经历了很多次。这片新的发掘区被划分为几十个相等的方格。
考古人员正以方格为单位，小心翼翼地搜寻着古代文明留下的痕迹。不仅仅是在进行一个物质文化遗存的保护和提取，最重要的是要通过物质文化遗存来了解到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解码人类的文明，推演社会的发展。溧阳的历史与文化不仅需要发现和解读，也需要被更多的人了解与传承。在政府的支持下，溧阳博物馆面向青少年开设了第二课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通过文物再次认识这条古老的运河和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保护的历史文化遗存，它可以指导我们青少年，甚至乃至于成年人、社区的居民，他能了解过去，也能启迪现在和未来。明代弘治年间的《溧阳县志》记载，溧阳吴楚时曰故城，曰平陵。秦汉始名溧阳县，历代遂沿其名。2000多年前，一座名为故城的城池曾立于吴楚边界。不过今天，故城早已不复存在。我们还能从明代溧阳城遗址中感受历史的沧桑变幻。溧阳因一条运河而兴，经历战火也经历繁华。厚重的历史是它的底色，也是它未来发展的基石。这些墙石上刻下的是中国书法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部法帖——淳化阁帖。书法家赵孟頫曾如此评价淳化阁帖：“书法之不丧，此帖之则也。”正是因为它的存在，历史上很多书法大家的真迹才能够传到今天。从文化角度来讲呢，应该说这个也是我们江南这个文化的一个根脉。淳化阁帖在中国书法艺术传承中享有盛誉，它因何出现在溧阳，又为何以石刻的方式保存至今呢？根据《于氏家谱》的记载，南宋时期，于氏先祖迎娶皇室贵女为妻，淳化阁帖就是当时的嫁妆。此后，于氏一族移居溧阳，这套淳化阁帖就由于氏一门代代相传，代代守护。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破碎山河，于氏族人决定为家为国，为万世子孙守住这份珍贵的文化遗存。侵华日军呢，他们对我们的这个淳化阁帖垂涎已久，然后我们族里边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最后呢就是商定，把这套淳化阁帖起于墙上。外部呢用石灰粉把它抹平，再用杂物堆筑成功，就是很难找到有这个淳化阁帖的迹象。战火中屹立的石墙是为了隐藏，更是为了坚守。80多年后，于氏族人再次汇聚在宗庙祠堂，要给淳化阁帖找到一个最终的归宿。
一千多年传承下来的这套淳化格帖，我们于氏族人苦苦传承到现在，把它安放在市博物馆，我们觉得一个最好的这个交代吧。历经岁月变迁，淳化格帖石刻已有多处破损，政府出资对其进行了修复，溧阳博物馆的这片区域就成了他们未来的家园。溧阳本淳化格帖啊，作为刻工精美、传承有序的艺术瑰宝，它充分地体现了溧阳人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的珍重、保护和热爱。今天，溧阳被誉为少儿书法之乡，写字正身成了溧阳年轻人的必修课。一道道笔迹墨痕里，是古老中国的文化根脉。这座城市里，传承似乎无所不在，有时是以传统的方式，有时却更像是一种风格前卫的艺术。溧阳博物馆弧形的构造，木头的纹理，如此柔和古典的设计，它的创意究竟来自哪里呢？在建筑设计师林从然的工作室里，有一个相同形状的模型，而它实际上是一节胶木。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人文的一个故事，它相传在东汉时期叫蔡邕的一个人流落到溧阳，他当时有个厨师收留他，烧柴火煮饭给他吃，他当时就听到这柴火声，他说这块木头别烧了，我们来做一把琴，就是交尾琴。所以我说怎样让这个无形的音乐跟这个有形的建筑去进行一个结合。一段胶木，一把古琴，一段传奇，这就是溧阳博物馆设计灵感的来源。溧阳人选择使用这样的建筑形态来承载2000多年的历史与文化。在溧阳博物馆里专设了一个古琴馆，古琴留住的是一个传说，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文化。2000多年岁月为溧阳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传统文化正以音律、书法、建筑甚至武术的形式融入今天溧阳人的生活。交尾琴的声音似乎还回荡在这片土地上，弹奏着不变的传承音律。溧阳市前马镇水西村收藏着一段80多年前的抗战往事。1938年夏，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先后挺进苏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水西村成立，统一指挥新四军和地方抗日武装在苏南地区的游击战争。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还保存了许多当年百姓支援新四军所留下的票据。这张票据呢，是我们溧阳人民捐给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关于粮食的搜据。那么在这个票据上面说得很清楚，一担七斗五升已收到。这张收据很明显呢，就是捐的是钱，
上面写的很清楚，经收到3600元整，签名是当时的乡长。乐俊怀，新四军军史的研究者。他的父母都曾是新四军干部。当年乐俊怀的母亲遭日伪追捕，溧阳的一位村民把他藏在了家中，却依然被狡猾的敌人发现了。一眼就看出来，说这是什么人？这不是我们本地的，把母亲都拎起来要带走。这个大爷呢，就流着眼泪说：“这不可不能动，这是人家上海大户的人家的，是我外孙女，是来给他外婆来过忌日的。你们实在是要带人走，你就把我闺女带走吧。”这就是当地流传的叫做“女儿换女兵”的故事。为了支援抗日，溧阳人民付出的不光是粮食、钱物，还有自己的儿女。这份鱼水情谊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年，溧阳的唐马战斗英雄纪念碑前都会举行这样一场仪式。少年先锋队罗忠义中队和廖海涛中队的毕业生要将队旗转授给学弟学妹们。罗忠义和廖海涛都是在唐马战役中牺牲的新四军将领。几十年时光，一批批孩子长大离开，这两个以英雄为名的中队却一直存在，成为了一个永远的纪念。1941年11月28日凌晨，日军3000余人分三路合击新四军第6师第16旅旅部和苏南党政机关驻地溧阳县唐马村。为了掩护地方党政机关的千余人转移，第6师参谋长兼第16旅旅长卢忠义、政治委员廖海涛决定指挥部队阻击敌人。终因寡不敌众，陷入日军重围。卢忠义、廖海涛以及270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因为受了这次洗礼，同时这些行政工事都保存下来了。我们这个新军战士和这个地方的这些干部，这种的军民血肉相连的这种感情，在当地，在我们这个苏南这一片地区，对唐马战斗是一直是非常怀念烈士们。人民的支持是人民军队坚持敌后斗争的力量之源，子弟兵也在用鲜血和生命回馈人民的无私奉献。乐俊怀来到这片墓园缅怀烈士，也是完成父母的一个心愿，在墓前吟诵这首父亲作的悼亡诗：抗战精神朝日月，牺牲气概动山川。唐马风云70年，神州早换艳阳天。英雄们的牺牲换来的是今天的盛世太平。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旁就是宁杭高铁，每天川流不息的列车在宣告新的中国速度。硝烟散尽，山河已无恙，而英雄们则会永远被这片土地深深铭记。10月下旬，蒋塘村迎来了晚稻的收割季。在蒋塘村，有一种延续了数百年的民俗——马灯舞。每年秋收时节，蒋塘村都要举行一场马灯会，祈愿天下太平，五谷丰登。蒋塘马灯用竹篾扎制，神形兼备，栩栩如生。
十匹马是神马，配有神将、马童、护卫者、执事人等相应角色。十匹神马伴十位神将一字排阵，气势浩大。这些神奇的面具正是讲堂马灯舞区别于别处马灯舞最大的特点。在中国溧阳傩文化博物馆中，保存着历代马灯舞使用的傩面具。史建新长期研究溧阳的传统文化，傩文化正是他最感兴趣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尤其信鬼、崇巫、好祀。胥和沟通了长江与太湖两大水系，溧阳成为楚文化和吴文化的交融之地，也为傩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土壤。它随着那个时代的那个演变，不断地增加内容，因为它每一个朝代，它有每一种朝代的这个政治文明啊，还有经济特征啊。每年讲堂村的马灯会都是以祭祀开头。马灯开始表演。明代溧阳人将马灯与傩舞进行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灯舞。经历了南宋末年到元朝末年的百年变乱，溧阳人选择用马灯舞祭祀英雄，祈愿和平与安宁。这样的民俗一直传承到了今天。讲堂马灯舞是在古代英雄的神圣祭奠，也表达了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个古老而善良的那个民间愿景。这一次马灯会，年轻人将第一次扮演神将的重要角色，这也正是老一辈人的愿望。2011年，讲堂马灯舞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在政府的支持下，马灯舞及相关傩文化的收集与整理、研究与展示都在持续进行。这种古老的舞步还将在这片土地上传承下去。溧阳陆达村生活着大诗人陆游的一支后裔，厨师王华要在陆氏宗祠里探寻一道溧阳名菜的往事。王新华正在写一本书，名字叫做《王新华家乡菜》。他不光是本食谱，更是要从溧阳的悠长历史中挖掘美食的文化底蕴。相传明朝弘治年间，陆氏后人陆征即将赴京赶考，因家中贫困，陆征的母亲给儿子送行之际，只勉强凑来了一些零碎的食材。后来他急中生智，将小肠把那个什么五花肉、猪肝、笋干、油豆腐扎起来，扎的就是一捆一捆的，放在桌上就烧煮。结果火候到了，开锅要品尝。
香气扑鼻，吃了以后口味奇特，这是一道好菜，大美味啊。这道菜就是溧阳扎干，后来陆征金榜题名，此事传为佳话，扎干也成为溧阳的传统美食，一直流传到今天。对王新华来说，扎干不但有着历史传承，还承载了一段儿时艰苦岁月的记忆。那时候就是过年请客，人们啊，客人一般只会吃你一些普通的炒菜啦、烧菜啦，像扎干和肉圆，他们不动的，不动筷。然后就主人把它夹到你的碗里，夹到碗里你还不吃，一定要等主人把它夹破了，肉圆把它夹破了，哎，包括炸干也拼命的帮你夹，夹断了，那时候客人就知道主人真的是要我吃，哎，那时候才能吃。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人情冷暖就凝聚在了这道简单的菜肴里。今天的溧阳，人们生活富足，扎干早已成了普通的家常菜。追求美味的人们则想出了更多方法，为扎干增添新的元素。每年秋天，王新华就会挑选一些满黄的河蟹，它们是制作特色扎干的豪华配料。用螃蟹烧制汤汁，再将扎干放进汤汁中熬煮，螃蟹的鲜味就慢慢渗入扎干中。这道蟹黄扎干入口只觉鲜美，丝毫没有油腻感。那么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升级，对吧？在这个历史保证历史的传承的基础上，我们要做的。这样的年龄的人正好处于承上启下，我们对家乡才有感情的。我们想，如果是我们这一代不把它传下去，将来就很难，可能会断，这也是一种感情啊，一种责任。什么叫家乡？生我养我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美食上桌，王新华的新书也新鲜出炉了。2000多年沧桑变化，溧阳人享用那些代代传承的美食，也不断用双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滋味。这里是溧阳的天目湖景区。对于很多外地人来说，天目湖似乎比溧阳本身更有名。
初冬时节正是鲢鱼最肥美的时候，天目湖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会开放一次捕捞，一方面可以调整鱼群比例，改善生态，另一方面是为了让游客们饱饱口福。在陈庆良的记忆中，溧阳原本并没有湖。这个当初的是县城。这里河流密布，却存不住水。干旱时，河道干涸，农田无水浇灌。一旦洪水来犯，又无法蓄水，常有溃堤，导致水患连年。20世纪50年代末，溧阳人下决心要把水库建起来。这个毛主席领导我们做水利，嘿，好啊，就这样子，这个大家呢也很开心，哎，大家也很开心了。当时你看到那个水利热火朝天了，那个镜头可是了不得了。没有大型机械，全靠肩挑手扛。工地上却涌动着无限激情。那我们就听政府听过来了，大家都在建部分，都把这个灾害除掉，除灾，这就是百年大计。沙河水库、大溪水库就是在这个时期基本建成，并很快就产生了蓄水、灌溉、养鱼、发电等综合效益。陈庆良没想到的是，这两座水库又以另一种方式改变了溧阳人的生活。1992年，溧阳人勇敢地迈出了以旅游业振兴经济的步伐。那一年，沙河水库和大溪水库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天目湖。我们这个山呢？是天目山，我们这个山呢，就像一条龙一样的从那边跨到这边。我们走了这边一个水库，那边一个水库，那么就是两边有龙岩，龙岩就是木啊，所以就叫天目湖。这个名称相当好，相当对。这个美丽的名字成为溧阳旅游业的开端。天目湖源于溧阳人的艰苦奋斗。也让溧阳人从绿色生态中淘取了第一桶金。第一年大概搞了100多万，到现在为止每年1000多万。1号公路又叫彩虹公路，是近些年来溧阳依托天目湖发展起来的新的旅游项目。拍了是吧？30多年照片的人没有想到的，啊，路还能成景观。车宝华每周都会在自己的工作室举办摄影沙龙，这里汇集了溧阳以及周边的摄影爱好者，很多摄影作品都与一号公路和天目湖相关。天目湖不光是景区，还供应着溧阳80万人的饮水。你测一个那个垂下的，啊，两米一个。这个溶氧基本上变得很慢了，是吧？为了保证天目湖水质，政府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请来了专家，建起了观测站。溧阳人在保护这片山清水秀的地方，天目湖也不断给他们带来惊喜。2012年3月，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在天目湖畔揭牌，这是中关村在北京以外设立的第一家实体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被纳入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樊晓松所在的这家企业主要生产汽车动力电池，企业选择落户天目湖，
就是看中这里的良好自然环境和投资环境。我们的愿景应该讲是要建成啊国际一流的动力电池生产基地。筑巢引凤带来了明显的产业聚集效应。天目湖畔聚集的数十家企业大多都是从事锂电池生产的环保企业。这里不光是旅游者的天堂，也成为高新科技和环保节能产业的热土。今天的溧阳，绿水青山与高科技产业园和谐相融。古典韵味和现代生活相映成趣。这座经历了2000多年沧桑的古城，正在迎来新的辉煌时刻。古运河滋养着这片土地，沟通带来的兴盛延续至今。古老的舞步踏着2000多年的厚重历史，铭碑和石刻则是守护与传承的永恒信念。溧阳，一座与水相伴的城市。流水诉说着创造与奋进的故事，这里依然在寻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溧阳，千年水运见证流水伟力，古琴一曲再谱时代华章。